健康操预备动作，来，脚打开，与肩同宽，肚子往内收，臀部大腿后侧收紧，维持骨盆稳定。好，我们双手平举往上，画大圈回来，再一次手平举往上，画大圈回来。好，手脚运动，蹲，站起来，手打开，蹲，站，再来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最后一个八，旋转手臂运动，手往外画圈，来往内，再次往外，来往内，来往外，来往里画圈，最后一次的往外，来往内，来扩胸运动，来手打开，胸打开，手往上，胸稍微往上提，再一次手打开，胸打开，手往上，胸打开，再一次手打开，来手往上，胸打开，好，侧弯运动，右手往上，两个，慢慢的伸展侧腰，左手往上，伸展侧腰，再次右边往上，来换边，左边，好，前弯跟胸往上推，膝盖弯弯的，慢慢的下来到前弯，来站起来，手顶住腰，胸打开，再次哦，前弯，膝盖弯，慢慢的下来到前弯，站起来，手顶住腰，胸往上拎高。好，扭转运动，手肘弯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把手往前打直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把全身伸展，手互扣，往上加踮脚。再次哦，手往上，整身体拉长，踮脚。再次，手往上加踮脚。最后一次咯，全身拉开来，好，回来弓箭步运动，好，右脚的弓箭步，手往上，试看臀部蹲低，好，来左边的弓箭步，两手往上，臀部蹲低，再次右弓箭，试看臀部蹲低咯，左边的弓箭步，最后一个，好，回来髋部运动，来右髋往后画大圈，左髋往后画圈，两个，右髋往前绕，两个，左髋最后一次咯，往前绕，两个，来跳跃运动，原地跳，来开合跳，再次原地跳，好，开合跳，好，我们回到手脚运动，蹲，站起来，手打开，蹲，站，再来蹲，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最后一个，八，四个深呼吸，放松，来，手平举往上，画大圈回来，再一次哦，来吸气往上，吐气，慢慢的回来，来深吸往上，吐气。吸气，往上，吐，慢，回来。收紧，身体站直，膝盖一点点的微弯，很轻松的原地超慢跑，整个脚掌连脚跟都有落地，轻轻的小小跑哦。哦，脚不酸不累，保持轻快的节奏。轻松的超慢跑五分钟，
哦，所以其实眼睛可以看到手了哈、哦。来，肚收，屁股夹紧，脚踩好，脚踩好，不要外八哈，尽量踩平行，要不然就打开大一点也可以。好，来，抓好，手伸直，把毛巾往外到拉到最紧。好，来，吸气，胸口推上去，看天花板。手还有空间的同学，慢慢一点点拉高，停留十秒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慢慢的放松回来。再一次哦，拳头来把毛巾握紧，手伸直拉出去，拉紧右，吸气，胸口往上推，还有空间的话，手再稍微拉高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五，保持力量哦。八、九、十，慢慢的回来。还有两次哦。好，握紧。好，推直，推直，手推直，吸气，胸口推上去。好，手直直的，慢慢的拉高。你肩膀前侧软度够，就给自己拉高多一点点，保持力量，保持力量。最后还有五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慢慢的回来，最后一次哦，毛巾握紧，伸直，伸紧，来吸气，胸口推上去，手慢慢的拉上来，所以保持手直的跟毛巾握得很紧，跟拉得很紧，哦，所以还有个往外的力量哦，拉直跟往外的力量，最后五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很慢很慢的慢慢的回来，好，毛巾放到前面，握紧，伸直手，拉紧。往外稍微拉紧，好，然后慢慢拉上来，拉上来又停一下，还可以往后拉，再往后拉，不能勉强，紧紧就停了哦。然后手的弯也是有力量慢慢拉下来，所以毛巾好、哦、在头的后面，没办法往下拉，往后面的同学就算了、哦，头顶上面没关系哦，可以往下才往下，不行的话就停一半哦。然后吸气，伸直，吐气，慢，从前面回来，没有停，连续做四次哦。来，拉上来了，握紧，伸直手，手肘弯，往后，保持力量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肩胛骨收好，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慢慢的吸气，拉直。气，手慢慢的放松回来，还有两次哦，来握好，拉上来，握紧，来手肘弯，往下，保持力量，停留哦，收肩胛骨的感觉，所以看我调整你的肩胛骨，最后五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慢慢的两手往上伸直，好，慢回来。还有一次，对不对？哈，最后一次喽！来，拉上来，手直直的，毛巾握紧，拉紧，来往下，下一道不能动啊，酸酸的就停喽！哈，十秒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，来吸气，带上来，吐气，慢慢的放下来。好，要先扭转哦。髋部要稳定哦，来，把毛巾握紧，吸气，慢慢拉起来。一样，你可以退的话再退一点点，然后手肘弯弯。好，下盘不动哦，从肚脐开始往右边转，慢，转慢一点，转过来要停五秒，一、二，骨盆稳定，三、四、五，身体转正，肚收，屁股夹紧，骨盆稳定，从肚脐转向左边，停五秒，一。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带回来。好，再次往右哦，都是停五秒而已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拉回来。左边哦，转向左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带回中间。所以肩胛骨收很多人还是放在头后面做，最后一个了，往右。好、哦、看个人，因为今天我刚刚收了很多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带回来，换左边哦，转向左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带回来，你们肌肉都酸了，然后。
指往前，最后一个身边的肌肉，谢谢。好，肚子收紧，可以往后退的话，这边在身体在耳朵旁边就已经很多了哈。右手拉左手，身体为什么定？右手出点力，停五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带回来。左手往下拉，手臂直直的，停五秒，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带回来。再一次往右，一样是做三组就好了。二，走到围身就停了哈，然后带回来。最后喽，左边最后一次。好，吸气带回来，吐气，脚手慢慢放下来。好，然后坐到椅子上，毛巾可以挂在脖子上。好，坐椅子喽，坐在椅子前面一点点。啊，不对不起，往后走，往后走，好，把手往前，离开，因为这样比较安全。八个屁股离开地板，一点点就好了，不要抬太高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八秒，六、七、八秒，走回来。离开地板一公分左右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拉回来。屁股离开真的只有一公分，真的只有一公分，一公分只有一公分，一点点，对，才会酸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拉回。离开一点点就好，一点点就好了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六、七、八，回来，还有两次，屁股离开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回来，最后一次了，伸大腿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回来，好，然后手大概在胸前这里，膝盖右膝盖放好多手。八组，一换边，二换边，三换边，四换五六，肚子收紧，七八还有八个，八七六，哇，数错了，啊，没关系，好，回来，手抓了一次，好，肚子收紧，右膝盖拉高，再拉高一点点，停留五秒，一。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放下，用自己的力量，脚抬上来，五秒就好了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对，抬手，来，抬八秒，再回来，八秒，一、二，收紧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八秒，对，比较是，再抬高一点点，八秒，一、二。用肚子的力量带回来，五，腹部用力，六，最后。
吐气，拱背，手推你的脚，看肚脐，背远远的拱起来，把背部肌撑开，然后吸口气，慢慢的坐正。欢迎回来，第二次哦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抓着右脚抱上来，往上拉高，断掉，吸气，换左脚哦，再抱高一点点，再放掉，来吸气，哦，所以身体该有髋关节啊，身体弯度都要很好，吐气，慢慢的放松下来到地板，然后手心回来在大腿，吸气，把胸口推出去。把身体脊椎拉长，好，吐气，驼背，手推你的脚，推你的大腿，看肚脐，背拱起来，然后吸气，慢慢的回来，然后两个深呼吸，